姐姐玩游戏，游戏时间到，耶！大家好，我是彤彤姐姐。大家好，我是柠檬哥哥。今天有哪些哥哥姐姐要跟我们一起玩游戏呢？我们是一六五四耶！哇，这口号不错哦。嗯，不错，那换你们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红蓝灯。哇，好像有排了一个舞的感觉。看来大家都准备好了。今天我们要玩的游戏就是飞天运球，顾名思义呢，就是让它在处于空中飞天的状态的气球。没错，但是大家要注意哦，待会在玩的时候呢，我们要轮流接力的方式，不可以用手掌让它飞天。嗯，你要用身体的其他部位，你可以像是手肘啊、肩膀或者是头。都可以，然后呢，从起点那个地方一路用轮流的方式、接力的方式飞飞飞，慢慢的把球，就是你拍一下，我拍一下，你拍一下，我拍一下，这样合力的把球运送到篮子里面。对，然后看谁时间内呢可以进的最多球，它就是优胜队伍。哦耶！所以这个游戏呢，除了要考验大家的团队合作默契之外，也要大家好好的想一想，除了手之外，还可以运用身体的哪一个部位呢？没错，好，那现在就请两队派出代表来猜拳。好，赢的人可以决定你要先玩还是后玩，好不好？好，请出列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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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加油！加油！石头哦。好。剪刀石头布。那你们要先攻还是要后呢？当然是先后。先等一下。树哥哥还有泡芙姐姐来挑战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计时一分半钟哦。好了吗？预备，开始。好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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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树哥哥，陆地的加油！嗯，加油！好像有机会，一人一次，一人一次，对，要接力哦。手肘，再来，是用哪里了？头，头，头像海狗一样。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慢慢，慢慢来，慢，轻轻的，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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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，可以，轻轻的，轻轻的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慢慢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好累啊！哇，才花了40秒而已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加加加！好，现在开始要微微的喽，小心的喽，啊！不小心又双倒了，不算不算，换下一颗继续。地上呈现一个，太累了，太累了，好累哦，真的很喘是吗？对，这游戏好刺激，好难耶！限时一分半里面，1分30秒，红蓝队进了一颗球，也不错，也不错。大树哥哥真的是表从头跑到尾，表现得很好了，很辛苦，训练一下体力哈。对，没错。好，接下来换到165CMJ 组，请问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pose 100分哦 ，pose 100分，看起来超有信心的。没错。好，首先由樱花姐姐还有贝果哥哥，加油！预备，计时一分半，开始。加油加油！哇，这个不错，这个有，哎呦，还是太棒了。接下来，一起看，来来来，好，接下来继续，好，继续。太棒了，太厉害了，可以。贝果哥哥都很不错哦。好好，轻轻的，轻轻的来。不要扯，不要扯。
欢迎王姐姐。好，贝果哥哥，好，轻轻的，现在轻轻的了，现在轻轻的，可以，你好轻轻，贝果贝果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哦，两个，可以可以，加油，立马发出一类的怒吼，发自己发怒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好，哇，哇，可以可以，这当然是一分钟进了一分钟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哎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风会往那边吹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哎，可以。闪得快！哇，那我们赶快来看看最终成绩。好，最后的成绩呢？红蓝队是进了一颗球，不错，厉害。那在一六五 CN 这边进了两颗球。哇，我觉得哥哥姐姐们大家玩的好像都很累的感觉，是吗？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难的点，就是球在上面飞，但是篮子在下面，所以我要看上面也不是，看下面也不是，就不知道往哪里打。顾得了上面，顾不了下面，下面顾得到，上面又顾不了了，很忙啊。考验大家对于身体的部位的灵活灵敏度之外，也要看看大家能不能一心二用哦，看上看下这样子。那再次也恭喜你们赢啦！好哇，希望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下次再来跟哥哥姐姐一起玩游戏吧。耶！你刚刚怎么都没有想到用屁股？